你给他献翠佩，我嘛给你献几下，安尼啊，那是报冤仇，那不是咧度众生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处理代志，甲无智慧的人处理代志不共款。所以我咧讲阿苹果听阿苹果，敢那修剪哦，家己买啊拢证书啦。是喏，你永远伫个生死内底，那是你个太好死哦，伊生生世世嘛要甲你太好死。当初咱法官去做阿苹果，这个动机都唔对啊。啊，要夹钱，要夹刀，要保国安民，但是要去抬，要去抬别人。别人虽然国家无同款，但是佛性拢同款的。美国人、中国人、台湾人，都是日本人，那是一个名，那是一个相，不能对立呢。各位，你有相信无？假设台湾人跟日本人的修正，你顶世人做给日本人，安尼啊，这世人搁做台湾人。说了个台湾人，后世人个叫你去做日本人安尼啦，啊，结果你家己咧抬家己，咧抬家己是个父母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你去抬做一个众生，你去食做一块肉，拢去食到你个父母个肉，啊，去食到你家己个肉，因为你有思维个，所以讲爱看佛经，按照佛经来看这个世间安怎去思维，然后你就了解道理。你叫我食肉，食袂落，因为。足艰苦，啊！做个爸母，啊，将来嘛幸福。你个家，你就不爱害幸福。你对好人家幸福，咱放个鱼啊，放个鸡啊，放个豆棍啊，伊足欢喜，伊足欢喜，开发伊个福性，正好就是解脱的因。因为你个放，改念佛，念大悲咒心经皈依，你是咧开发伊个福性。所以，但是这只鱼啊，放去搞不好，小等就可以用夹起啊，啊！但是呢。也发心毁灭，你个救掉啊！法身慧命，真正的放生最大的功德，不是肉体的放生，是法身慧命的开发。所以带他皈依忏悔，揣去给老世界，这整套的生命的疗程，对就好。那你要去疏于其他独立啊！所以各位我安尼讲啊，假设我今天下午无代志。主和你享受好唔好？就好啊！我就伫内底行来行去，脚底较凉就坐坐，啊，就一直去想土地公咧想什么，将军咧想什么，花草树木土地公咧想什么，即台一定有亡魂，啊，冇君临啊，我边安怎个讲话？边安怎？因为保持在一种利他的慈悲心，又不执着的空性，安尼。然后这个叫。累积波罗蜜，意思什么是享受呢？是静内心来的静，无分别，但是呢，就像镜子一样显现万象，了解一切，然后不执着一切。那你不了解一切，你怎么度他？你把酒，你把镜没有清楚，你把它度众生啊！你要看清楚，但清楚的目的是为了。这个哈林清楚的目镜是要去救伊，那个叫慈悲心，观世音的目睭。所以各位菩萨爱甲各位讲这个，是因为咱呐执着，你话你有镜，你的孙咧破病，你也对出烦恼的，安尼你要度众生就较困难，因为你嘛去卡掉，因为这代众生就是咧想厝的人，那是烦恼因老母咧想伊。对老婆真歹势啊！烦恼因某咧，我就拄到一个，去有车弄死的，叫我甲超度。啊，念念的，敢那无超度，我问我有超度，讲无。我想安那无超度，哎嘿，一个大嘴，哇，舒服啊！伊咧想伊囝，伊叫车弄死啊！啊，囝才十几岁吼，伊即马放未下，哎呀，我、哦、啊，这个道理真好啊！我原来是安尼哦，好，啊，来甲伊讲。你若要听见，要安怎听？你若做鬼，要安怎听？你就害伊就会啊！你若忘记，就破病啊！你的病也传染在伊的病啊！你讲老母咧发烧感冒，你扫，你过去抱迄个红囡仔，你个抱啦红囡仔嘛，好你都要扫，你害死伊咧！所以祖先就这意思，祖先灵伊就无了解这意思。我就听孙啊，我就父，我就听阮这个孙啊，给阿父的身骨害到来破病啊！以前咪病嘛，变什么病？伊头壳疼，伊嘛变头壳疼，会变难呢。啊，但是，你也个讲，你既然听你的一个囝，
啊，虽然你要吃东西啊，啊，听呢，你都要升天，啊，你那升天吼，哇，你的福报就大，神的保庇囝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买托帮可以，啊，你起码做鬼都，你可能无迄个能力托帮可以啊。啊，从我老爸无代志就跟我来切我一个，我就讲，啊，这是自由才有法度啦。啊，伊若无自由，无法度来切我。所以，啊，爱该讲。啊，更加要紧的，啊，你就算做人，弄死迄嘛是你的想法，啊，现在弄死还是有业报呢。这是过去谁你做下一个红龙死的业，可能你抬死一个人，可能你抬死一只猪，可能你抬死一只蛇，就有这个业。啊，业为倒来，你佛教的道理你爱该讲啊。所以你为着要爱你的囝，你爱安怎改，和你的囝解脱生死。你规工就叫恁囝卖跳多摆好，你来讲。啊，各位，我安尼讲的意思是讲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在修慈悲心。你有慈悲心，奇怪，诸佛菩萨就加持你。你怎么跟他说法，你会跑出来。你会跑出来，因为你有个悲心，又想要解决他的问题的智慧，那你的佛性就会一直显露。当然。不一定百分之百讲对，但是讲这边讲讲的，讲那边讲讲的，哎，安尼才有通，安尼才会通哦，啊，所以慢慢讲，讲到后来，哎，究竟来讲是，你若去极乐世界，你到阿弥陀佛的智慧来给你加持，加福报来给你加持，这不才听得见，要慢慢来给讲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今晚呢，给你念心经，给你放下，给你念阿弥陀佛往生咒，哦，给你气度执着。将来我都往生，帮你做功德，便是做甘露水真言啊！今嘛个布施药啊，好你，你要相信佛的力量不可思议。啊，我当下也不爱信，不爱信冇紧，你就听来。我看我今嘛个咧用药啊，甘露水啊，哎，好奇呢！哦，我身躯内无咧有火烧，哦，我内把酒都无哈听，爱留信心嘛。所以讲爱去药甘露水啊，做烟供啊，药供啊，像咱都要放心来。救鱼啊，功德；救鬼啊，功德；回向所有亡灵、军人亡魂、受苦众生，嗡啊吽，众生得清凉。哦，他马上感受，哦，反正因为得到了嘛。刚才咱捧一杯水去降温，回向回，哇，我怎么凉？对不对？尊重比丘的妈妈，你有慧修啊，尊重来引老母。名字去供养那个出家人，老母马上清凉升天，跪下来感谢大家。这个道理，当然对这些众生，咱才可以替上供啊、上供啊，都要替奉心啊。然后起码色拉切三位慈悲的格西为他们超度啊，大家刚刚有共生，外面不间断的烟供啊，我都要供到。去持足最高下，各位搞好领板，好唔好啊？这所在一人守护一块，放生员救高下，哎呀，回家啊！所以你要做太多功德了啊！有形的救高下，无形的超度亡魂，哎呀！既然这得设计为军人公墓，那最好愿所有世界一切往生军人将领。常来此地，可以盖为 M 嘛？所以活的时候会打仗啊，死的时候还想打仗啊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爱给功德力回听啊，冤冤相报，你给我抬小，虽然我一定抬你啊，大家都抬来抬去啊。你起码我做人，你嘛做人，你给我抬死，好虽然你做狗啊，我做尿气啊，你嘛给我嘎死啊。好虽然你会做老虎啊，我做牛啊，你给我嘎死，就一直抱来抱去，抱不完，有啥啦？我看你做牛啊，我特别来你的所在做狮啊，为了要报完仇，你可以做动物啊，就是一直报应，一直报不完，因为他那个意志力就是个业力习气，就一直去找烦恼。但是你要把这个道理改供，那改供当然是各位对经典的听哦，你越了解啊，地藏经爱讲好听，六道轮回经念好听啊。但是你要念佛听进行呢，先对就好诶。咱即摆要做小花烟供啊，烟供内底嘛讲一大道理，简单的道理。同即烟供拢会讲，
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这个因缘好好拜拜，还有一个因缘的规律，但是因缘的本体拢是幻化的，无固定的。我佛大沙门，所以诸恶切莫作，众善皆奉行。咱大概爱断恶修善，自净其意。啊，这样至少毛这两句诶。结果你去你写白话嘛爱念呢？你写白话爱讲个，虽然咱不要功夫法，但忽然经历了这两条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讲的是真理，缘起性空，行为实践断恶修善，自净其意，成佛。讲好听，啊，你够够时间，该睡好听。所以各位爱去数伊，别安怎甲伊解水，怀着悲心，然后无共款的众生，别安怎甲伊开始。啊，所以你开始袂完，因为这个无量禅修，连袂查甫，连袂查某，你会去想着，连袂正经的，连袂弄的，连袂好起来，连袂善起来。只要六道众生无量无边，所以你要有无量心，慈悲是四无量心，不是干那用念的啊。愿诸有情俱乐啊，无迄个心。你若真正心，你就开始去接触每一个众生的苦甲乐，你也去接触着，你的机会去接触，要磨练。对我讲诶，这个要培养一个总经理啦，要培养一个将军，他也是从小兵开始上来的，他才成为一个将军。没有那个说我明天当兵就做将军的，没有，除非他是皇帝嘛。啊，但是你要什么东西，你都要磨练过。而且要派来派去，连袂台北，连袂基隆，连袂国内，连袂国外，你要有这个历练。世间话是安尼，佛法嘛是安尼，这些佛法的历练的话，哈尼长啊，啊，三大阿僧祇劫哈尼长，你要去历练。所以，当然我希望各位来到这个所在，那你来去听我，你起码一心一意拢在想阿兵哥的艰苦，啊，震惊死亡的艰苦，飞轮机跌落来的痛苦。啊，各种困难，各种的痛苦，你拢要去听我。乃至一种离开家乡要死啊，穿单落去啊，老火啊，我都救伊啊，慢慢来要死啊，一种的心态你要去听。伊可能想因太太啊，想因的囡，想因的女朋友，阿边那个爸母讲啊，啊，你要去该听我。这个叫修慈悲心。啊，慢慢你才会有生命的经验，你有圆满生命的经验，包括你过去谁你就做给阿兵哥啊，你过去谁就做给将军啊，那这个善因会跑出来，这个记忆库会打开，你就会有体悟。然后各位会看到高啊，你艰苦你会哭，啊看到啊你艰苦你就会哭，想落过去你做给高啊。啊，另外一只狗啊，死去吼，你也足艰苦。但是你要死进前，你嘛讲，就看到一只狗啊，你的意识都造出来。所以各位，你爱去同情一只狗啊的苦，你爱挑工的迄个关系，你讲，我都不爱狗啊，我爱鸟啊。啊，你嘛无多幸福心，或是对狗啊、对鸟啊、对猪啊、对鸡啊、对烤鱼、对蛇、对狗遐，拢爱自卑，无你无多幸福。啊，但是你就爱去该关心，加上你过去的发心。经验，所以你有经验。刚刚弹钢琴，你上辈子就是十辈子的钢琴家，这辈子一摸你就知道，这个叫熏习啊。熏习就跟他讲，一个人你要做玉石，你要买卖玉石的几个，这我已经蒙一世人啊，我明白，我痴迷嘛，蒙一嘛，知影这个几个是真的假，假得偌济，就识个呀。那这个叫熏习。所以各位要熏习慈悲，你要天天去练习关心众生，关心接触，你袂使，人袂使自私哦。你若自私，你敢若想家己，那是你股票。有阵种人袂自私呢，足股票，卖甲我讲话，我唔爱甲你讲话，安尼啊，我爱去接触你，安尼袂使啊，安尼你就无法度幸福，一个卡条诶。所以你一方面你要净化你家己。来内心内底贪嗔痴种种的烦恼，自私啊，啊，贫惰啊，爱妒忌啊，反正你要去净化。啊，一方面呢，你要去熏习，练习，一只鸡啊，一只鸭，你拢要去练习爱，你去关心伊。啊，
你的累积，那你才有法度圆满。